大家好，我们回来了。有请出新成员华晨宇以及长腿美少女关晓彤。只有腿。唱作鬼才华晨宇，演绎新秀关晓彤，新春加盟王牌家族。这是两条大长腿吗？这是四条。那个摄影师，到时候拍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我和他们俩拍在一个框里，好不好？希望大家就是我们有一个愉快的一个周末。哎，希望可以和大家特别开心的笑起。离我远一点，你们两条腿。Gotcha.
城华罗庚，加油！蜘蛛 XYZ 列三元一次方程，哇，这是什么？五 XYZ。蜘蛛如八条腿就是8X 加6Y 加6Z， 一共是118条腿。X 加 Y 加 Z 是18只，2Y 加一对有弹翅膀等于20，然后把它就解出来就好了。此时的我异常的清醒。小童列了好多个方程式啊。今天是这个。喂，太强悍了这个。好，来，挑战开始。老头，你到底什么人？这里到底有多少同伙？这里死一个人。总共几个数字啊？11个人、21个人、71个人、91个人、251个人。11、21。对，71、91、251。小童得演出来啊！呀，老头，你这里多少人？到底有多少同伙？我这里一个人，11个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21个人，不是21个人，其实一个人，71个人。你这种小地方怎么能藏这么多人？我，傻瓜，你听错了，就是一个人，91个人，251个人。来，传递开始。好了好了，小燕子。事已至此，就没什么害羞不害羞了。诗上怎么写的？干干脆脆的背出来。背诗就背诗嘛。你啊，我啊，像水，像火，像块泥巴。你我水火泥巴。你看他机关键词，就记得特别熟。一起打破，打破再去泡水。又在火烧，说不作诗又要作诗，横也是死，竖也是死，哼哼唧唧，唧唧哼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了，小燕子，事已至此。哎呀妈呀，背诗就背诗嘛，干干脆脆背出来就好了。小燕子，主要是这里，小燕子。啊啊，像火，像水，像泥巴，你我，横也是死，竖也是死，哼哼唧唧，唧唧哼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了，主要记后面，腾哥就后面，横也是死，竖也是死，哼哼唧唧，唧唧哼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了，就这几句。开始了，两个人。二，哦。坐，你刚才打鱼，你救了我，姐请你吃饭。我叫小庄，你叫什么？你叫什么？我好棒！你叫拉拉卡。六月六，啊，残的不是很准确，啊，残的不是很准确。什么东西？残的不是很准确。六月六，有一首歌是谁唱过的？就六月六。你好。I know.哎呀，好浪漫啊。啥玩意儿啊？星
第一个字儿对了，我看出来了，星。星宿大法。星宿老怪。星宿老怪。正确。哇，厉害！这啥玩意儿？聊斋呀。聊斋。龙。哎。在这儿会公布一下，你们这边啊，特别无比最最最想要删除的视频或者是一张照片。我心疼你。你就是演那个吴奇和那个。嗯。这是干嘛去？上学？这是我放学的路上。愿意那点浪费吗？喂，我妈妈在那儿，等我跟我妈妈说一下。我妈妈在那儿呢。我不把别人知道我这个，就会很引人注意的，因为我还是小孩呢，我怕被人拐卖，别人知道我是演。快下去，下去！哎呦，来喽，来喽！看我的。哦。Give it to me, I'm worth it.凯哥，三二，别输了，下一个，下去了，好来，听音乐。好，小童最喜欢的三个男演员是谁？我，这不都在这儿了吗？对，这不都在这儿。沈腾老师，沙溢老师和赵忠祥老师。对对对。那我问大老师，你认为中国前三的音乐鬼才都是谁？鬼才啊！哎，非得现场夸是不是？非得现场夸。行，大张伟，那，大张伟，华晨宇，那肯定的，对不对？还得再说一个，随便说一个，鹿晗，好不好？哎，来。我的是那个芭比娃娃，因为就是从小就是出去拍戏啊什么的，就经常会带着一个芭比娃娃在旁边，就是陪着我。而且是一个见证长大、陪伴长大和一个真正开始就是上学呀、啊，然后干一些事情的一个见证吧。嗯，陪伴你长大的一个记忆，一个起点也算是，所以很珍贵。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起。我小时候就爱玩叮当猫。I love the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the motherland.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therland. I love my motherland. 可以啊，学得还挺快的嘛。
你吓了我一跳，我刚刚还以为是假山会说英语了呢。要是假山会说英语，你天天找他玩好了。哎，你又带画家了，我看看。你能把这幅画送给我吗？你喜欢吗？当然了，你看你画的这幅画都是这里10年20年之后的样子。我欣赏有梦想的画，更喜欢有梦想的人。看，太阳出来了。这个景色多美啊。董华，我特别希望你能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样等你毕业了，我们还能在这看日出。好啊。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剧中饰演星怡的妹妹斗转。斗转，尤其这个表演，她最棒。所以说她的出演呢，跟她爸爸是咱们这个戏的投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导演来吧，没时间了，抓紧，我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来啊，都准备好了啊。哎啊啊啊！预备，开始，开始。妹妹。哥哥。只要你们交出配方，我就放了你妹妹。你，只要你放了我妹妹，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交出配方。好啊，你们居然敢拿假的配方来糊弄我。好，行，这儿看一下啊。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特效组进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坏人一下把妹妹就杀了。然后这个导演妹妹杀了就喷出去了。哎，不，导演，这刚开场我就死了。啊，剧情需要。那我后面还复活不？那不能了，这就不让复活了。那你骗我，你跟我爸说我戏份很重的，我不干啊，我让我爸撤资了。别，不是你别，你老给咱爸打电话干什么？他怪忙的。这样，那个，那你怎么改？听你的，行不行？听你的，咱改。那不如这样吧，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加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就是把我换出去，把那周莹给换过来。周莹，哎，不，为什么呀？撤资了啊，撤资了。来，这不像话。好，来，继续。哎，导演，我突然有个小问题要问你一下。什么问题？这场戏的目的是什么？把你妹妹救出来。那现在是不是目的已经完成了？完成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走了。走啊，妹妹，我们赶紧走。嗯，你大爷。哎，这天下还真有不认自己女儿的娘。小何，这名字不是你叫的。你听我跟你说。你不用说了，我知道当年你不带着我，就是因为你怕带着我你没办法改嫁。当我爹带着我四处求情的时候，你在哪儿？当我们向别人摇尾乞怜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你不配当我的娘，你也不配喊我的名字。
今天不是你不认我，而是我不认你。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出了事故，我为了让你们俩活命，所以我只能许下他人。娘亲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每天想着这个世上还有我另外一个女儿，娘亲的心都在滴血。小何，成名特别早，很小的时候可能就要承担着我们到大了以后才要承担的这个压力，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我确实是一个被我爸我妈从小在一个感性和理性的这种爱惯着长大的。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是16吧，就第一次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大家有争议，有这个质疑，有一些声音吧，那会儿第一次面对的时候那一定是崩溃的。然后有一天我就看我爸就是看在那个评论，他就很无助，那么高大一个人面对这就很无助，所以我就特别心疼他，我就会安慰我爸。后来我爸就说，哎呀，我闺女长大了，爸爸比你还玻璃心。但我知道他其实就是心疼那种，然后也没办法。这个是让人最难受的，就是你，因为有时候吧，这些是你必须的一个心理素质，但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不需要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来面对，因为他们不是公众的。我讲个特别逗的吧，就是我爸为了证明他自己不再玻璃心，经常还拿给我看看，你看爸看这一点都不在乎。我女儿在我们父母的眼里头这一路走来是非常辛苦的。有一次我也在外头拍戏，他妈呢带着他去到新疆去拍隔壁母亲这个戏，当时呢是冬天，他妈就给我打电话说今天要拍他一场什么样了，要掉到冰河里头的戏，要淹着。他那时候刚7、8岁，新疆啊冰冷的天儿，那水更凉啊。他妈跟着服装一起把他的秋裤啊就裹那个保鲜膜，整个身体全绑上了。哎，他还蛮不在乎，还开玩笑呢。但是他妈呢，哎，躲在一边啊，偷偷直抹眼泪，跟我说不敢看。哎，就不敢看了。这么着呢，一说开始，他就直奔那河里就去了。去了完以后，嘣就跳里了，一条过了。当时大家伙儿拿着被子就把他给包起来，就给抱到车上去了。我觉得确实是很辛苦的。谢谢爸爸，谢谢爸爸，然后也谢谢妈妈，成为我一个最坚强的港湾。Ready going, ready, 王牌对王牌。Ready going, ready, 我就是王牌。我想躲陷阱，等风早起。